好，继续来看帅哥啊，有别于亚洲当红男神天团 Big Bang 的其他几位成员，那即将年满26岁的 TOP 呢，不只有着歌手的身份，更是出演过19岁、走进炮火中、我是老师等等多部影视作品的一个大腕了。是的，那10月16日周三晚上，由 TOP 主演的电影《同窗生》在韩国某大学举行了宣传活动，这位小男神真的是耍宝卖萌，样样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Big Bang 的成员，本名崔胜炫的 TOP， 过一会儿就要在这里和粉丝们见面了，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呢？下面大家就跟随我一起去见见帅气的崔胜炫欧巴吧。虽说这是一场电影宣传，但其实更像是 TOP 的影迷见面会，粉丝们为了见偶像一面，早早地来到现场守候。 TOP 崔胜炫欧巴，TOP 加油， Big Bang 快定， TOP 快定，好不容易等到了欧巴，不欢呼一下怎么行？야안녕하세요저는영화동창생에서낙화공작원리명은역할을맡은탑최승현입니다반갑습니다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동창생에서리명훈의여동생리에인역할을맡은김유정입니다在电影《同窗生》中 ，TOP 饰演一个19岁的少年李明勋，为了自己唯一的妹妹，被迫成为间谍，化名为江大虎，并伪装成高中生执行暗杀任务。虽然电影的题材有点严肃，但是在拍摄间隙 ，TOP 可是没少在片场耍宝，做各种萌表情，对 TOP 来说更是不在话下。전에무습으로돌아가서그안에있는그옷의최승현이나와야됩니다자하나둘셋电影杀青那天 TOP 竟然还陪着导演一起哭了起来，真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제가안그러면감독님이혼자너무웃으신것같아가그눈물나눴나요저이렇게흐리는척했습니다승현씨는어떻게우셨어요저는이렇게감독님은하不过为了拍这部电影 TOP 也是下了苦功夫了，又是练身材又是受伤的，可把粉丝们心疼坏了。지금은다나았나요승현씨예지금은다나았고굉장히건강합니다그얘기할때좀더박력있게해주시면안돼요지금굉장히아파보여요굉장히건강합니다네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已经恢复健康 TOP 干脆就在现场把一位粉丝给背了起来그제치마를입었으니까그먹어드릴게요아니요자좋습니다허리조심하시고요자자좋습니다자又可爱又搞笑又坚强的 TOP 欧巴，可是把女主角也给迷住了。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被这个大男孩给迷住了呢？娱乐新天地 TOP， 你最man了。韩国采访报道。